换月牙盘。换月牙盘。还要放松脆弱了，这药房吃不出来了。它每一款产品都月牙盘都不一样哈。对，都要相应。哪里？啊、哦，还要怎么调？把那个来准备一。把这个下料槽。上料槽。上料槽往左边。不让它碰到是吧？对。要间隔要多大？这里能有一毫米就够了。这里能有一毫米。看不到了，还没碰到的。啊、哦，一毫米。大点点被人抢了。间距要多大呀？哪个间距？你这里呀、啊？重新。重新，就之前刚刚调过就不用调了吗？是吧？之前调的是这个，哦、调的是调的盖子和功能重新。之前调的是打嘴和功能重新。现在是盖子跟工装重新。啊，你从正前方看。重新的吗？对。好。就是靠自己判断是吧？好，用肉眼看，凭感觉的。凭感觉。槽子左右调这里的两个位置，哪两个？这两个。对，下面槽。啊、嗯。这是空间不够吗？嗯。调这两个往右边移。往右边移。对。大概移多少，它就比较合适。这里行了，有一毫米就够了。一毫米也是一毫米啊。这里。一毫米不碰不撞一下。看。
打紧了啊。马机调到零，然后调月牙盘的位置。把马机调到零，刚刚你是点进设置还是点进哪里的？随便找个菜单，只要能显示电马机就行。好，只要显示电马机。刚好是零就可以调月牙盘了。要不动啊。